开心点好。今天跟连主席聊得开心吗？聊得很好，聊得很好。他这个一直非常支持我最近所谈到的，没有看守，没有跛脚，该做的事就要做，跟我们看法完全一致。连主席有什么跟总统打气吗？我就是刚才跟总统报告，我们呢，新的一年呢，充满了这个机会，这个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来我们这个马总统的这个，不要讲官话了啊，这个我们就奋斗的啊，一起奋斗，然后国家社会啊更繁荣、更安定、更成功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